到美综合报道，杨洋多书友近日和丫头张子晴出国旅游，却疯狂偷拍对方睡觉，丫头咽不下这口气，足体欧出瑶瑶睡觉回击。瑶瑶看到丫头睡功一流，一路从机场睡到当地，忍不住晒出丫头一系列睡照，亏怕子晴一直睡，莫名的性感。我们子晴怎么睡都不会醒，没有人睡觉姿势那么性感，子晴睡搞搞睡歪歪，让网友反馈拍一个不用睡觉照片可以吗？随后丫头经过多日沉潜，终于觉得大反攻，趁住瑶瑶熟睡松懈的时候拍下素颜床照，出卖笑说眼皮很重很快翻身的时候，逮到机会死都要拍下来。瑶瑶又一路记录丫头做出国睡觉之行，翻摄自郭书瑶IG，瑶瑶连日晒出丫头睡照，反射自郭书瑶IG丫头半偷拍瑶瑶床照上传，反射自詹子晴IG。